大家好啊，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缅甸方面的最新消息啊。那虽然缅甸政府军呢和民间武装呢达成了停火的协议啊，但实际上呢这个双方的交火并没有结束啊。13号呢，缅甸政府军呢出动了米-35P 啊直升机在掸邦地区啊对三方联盟在南桑的阵地进行了大规模空袭。空袭的地点呢，除了南桑以外呢，还包括木姐、南坎那随着这个与武装分子的交战啊越来越激烈啊，未来呢，这个缅甸政府军可能会更多的使用这个空中力量。那么在缅北地区呢，第88轻步兵师、第83步兵营25名士兵在。默哀纳地区啊，被民族武装俘虏。另外，在西坎州啊，武装分子还袭击了卡尼地区啊一支车队，造成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那缅甸政府军呢，炮击了瑞堡，并消灭了3名反政府分子。在靠近孟加拉湾啊，在靠近孟加拉湾。缅甸政府军呢袭击了敏比亚一个少数民族的非法武装阵地啊，消灭了十余名武装分子。大概的位置，敏比亚呢，大概位置在这个方向啊，敏比亚，在这个方向，它是靠近这个奈比多啊。另外，在普内贡啊，还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6人死亡。仰光南部地区呢也发生了恐怖袭击啊！缅甸仰光的南部地区，这次恐怖袭击造成10名平民死亡，25人受伤。在东部地区呢，一支政府军的车队遭到伏击，25名政府军士兵死亡。从现在战斗的激烈程度来看啊，目前呢没有休战的迹象啊。民族武装呢现在通过与政府军在战场上啊这种激烈的交战啊，能够获得谈判桌上的筹码，所以大家知道，正式谈判开始以后啊，实际上双方要边打边谈，这样呢才能在谈判桌上获得优势。所以谈判开始啊，战场上啊会更加激烈。所以实际上现在缅甸地区，特别缅北地区啊，就是最后呢，缅甸政府军和这个民间武装啊，进行什么？进行最后的。控制线，实际控制线确认的时候，也就是说，双方谁能控制更多的地区啊，要在战场上来获得，然后在谈判桌上啊，双方呢能够形成这种互相的制衡，那这样能达成停火协议啊，也就是说，实际上双方的谈判开始是个大的方向，但是要具体真正达成停火，还要在战场上最后来决定。所以缅甸啊，它的这个内战模式啊，现在来看已经开启，是边打边谈。所以未来呢，在沿中缅边境地区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更多的啊双方交火的视频。但是现在来看呢，缅甸国内的它的这种战事啊，可能啊不会影响到中缅边界啊，就中国呢相对来说啊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啊，这也是中国呢现在在缅甸方向。与缅甸政府包括缅甸的这个民间武装都达成了协议，所以现在缅甸国内的局势现在来看对中国影响啊不会太大，这是今天缅甸的情况啊。那么咱们再来看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呢，今天呢，巴勒斯坦方面证实啊，巴勒斯坦的武装呢击毙了以色列伊夫。塔赫旅的指挥官叫艾萨克·本·巴舍特上校。过去24小时呢，有10名以色列士兵啊被巴勒斯坦人啊击毙，10个人。另外呢，在加沙地带啊。
那以色列国防军呢，继续在加沙地带北部啊，现在缓慢的推进啊。以军呢，在费卢杰地区啊，一处墓地和一所学校啊，进行了空袭。贾巴利亚方向呢，主要战斗还是在拜特拉西、汉尤尼斯，包括呢第五街啊和清真寺附近呢都有交火。加德拉地带呢还遭到空袭。那一部分难民营呢出现了食品燃料供应中断，黎巴嫩边境的局势呢现在呢还是不变啊。真主党呢主要袭击以军的边防哨所，以军呢还使用火箭弹还击，双方还动用了无人机，在亚伦呢无人机袭击导致两名平民死亡。以军呢现在继续对加沙地区呢进行这种系统性的攻击。现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在墓地附近啊，在加沙墓地附近啊战斗的画面。以军呢还出动了推土机，还有重型装甲车。从现在呢加沙地带的情况来看，以军现在在加沙还是要切割加沙地带将加沙切割成三部分啊，然后呢再分开进行包围，再切断它的补给。然后呢，对地道啊进行清理。以军呢，现在逐步是清理加沙市中心啊。现在呢，这种行动来看，对加沙市中心的这个最后的进攻已经在进行倒计时。昨天呢，8名以色列军官在该地区作战中死亡啊，说明这个交火越来越激烈。那巴勒斯坦军队呢，现在保持附近人口稠密地区的控制能力。以军呢报道了在斯特洛特、阿什凯隆、阿什杜德攻击一家超市的画面那根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消息呢，现在呢巴勒斯坦炮击第五街扎拉勒清真寺，目前呢这个战斗还在进行。另外在汉尤尼斯的中心地区啊，西南部，双方发生了激战。汉尤尼斯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难民营啊，以及这个隧道被水淹没。拉法地区呢，也发生大规模爆炸。那以军呢，在杰宁地区啊，约旦河西岸杰宁地区也开展行动啊。从12号上午开始，以军的多次轮换。以色列国防军呢袭击了该地区的叫西法医院和几座清真寺。目前呢拘留了有800人啊，有400人呢是经核实啊，随后被释放，有8人呢死亡。那警察呢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其他地区呢也开展大规模的搜捕啊，包括那不勒斯啊、拉马拉、伯利恒。以色列的外交部长啊叫埃利科恩他表示啊，无论是否获得国际支持，针对哈马斯的战争将继续下去。现阶段的停火将是送给哈马斯的一份礼物，让他卷土重来，再次威胁以色列人。那美国总统拜登呢，现在也呼吁啊，国际社会关注巴勒斯坦，关注加沙地带，包括呢，加沙地带有7名啊持有美国绿卡的美国公民啊，也就是以色列人持有美国绿卡。拜登呢也呼吁啊，这个解救被哈马斯控制的美国公民有7人。那么今天呢，以色列方面呢也证实啊，也门啊胡塞武装攻击了另外2艘油轮。胡塞武装呢，今天试图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发射了2枚导弹，有一架无人机被美军在这个方向的驱逐舰叫梅森号击落。胡塞武装呢，现在呢没有公开表示啊，这次袭击发生的这个袭击事件没有公开证实，但是从也门媒体和以色列媒体来看呢。胡塞武装啊，实际上呢，现在在红海地区已经实际上使用导弹封锁了红海。
但实际上这个现在来看呢，美国呢对胡塞武装的态度啊，现在是非常暧昧。就实际上，美国在也门还有这个亚丁湾这个行动，现在来看是鼓励胡塞武装啊，来封锁红海。其实美军是可以限制胡塞武装的导弹袭击啊，红海方向的船只的。但是美国现在来看，它是有一种纵容的态度啊，纵容胡塞武装来袭击红海方向的这个商船。那美国的态度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啊，他希望隐瞒胡塞武装作为牵制沙特和阿联酋的力量，用隐瞒胡塞武装啊来攻击沙特和阿联酋。就是来刺激阿拉伯国家，啊，通过伊朗和沙特之间这个矛盾，来为以色列争取更多的利益，啊，这又实现了美国的战略利益，来用以色列联合，啊，逊尼派一起攻击伊朗的什叶派，啊，所以必须让也门胡塞武装在这闹，啊，所以美国现在派出的军舰，大家看到，本质上是鼓励胡塞武装来封锁红海。所以，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实际上有它自己整个的一个大的背景啊。美军呢，现在在中东地区，包括在亚丁湾啊，现在看不会有更多的行动。那实际上，整个的中东地区红海啊和亚丁湾方向啊要紧张一段时间，所以未来也门胡塞武装啊还会对周边的船只啊发动更多的袭击。那因为这红海方向啊，包括亚丁湾方向，很多船公司呢拒绝通航，因为这个方向被胡塞武装封锁，很多船舶呢是选择绕过啊亚丁湾，选择从这个非洲啊好望角方向通过，前往大西洋。那这个船运成本实际上就增加了啊，要绕过非洲啊。那实际上呢，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对国际的贸易也会产生影响。这是今天呢以色列方面的情况啊。现在来看呢，也门胡塞武装啊，它呢实际上在美国这盘棋里边啊，实际上利用胡塞武装，利用也门啊，来激起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逊尼派对什叶派的不满。这是美国的目的啊，这样的话，逊尼派和什叶派啊矛盾激化以后，特别是也门如果攻击沙特啊和阿联酋的这个能源设施的话，美国联合着以色列来打击伊朗势力，就能够联合阿拉伯国家啊，联合着这个沙特啊、逊尼派一起来打伊朗的什叶派，这是美国的目的。所以实际上还是要完成美国在中东的布局。啊，我呢也会持续关注啊，未来中东地区啊，包括这个缅甸方向啊，这两个方向你可以看到都是按照美国它的整体战略在推。伊朗呢现在实际上和俄罗斯之间也有合作啊，但是伊朗现在来看它很谨慎啊，所以也不会掉入美国的陷阱。伊朗也会和沙特和这个逊尼派国家也会保持沟通，伊朗和沙特之间也建交了。啊，所以未来呢，美国想离间啊阿拉伯啊，离间穆斯林也会有困难所以俄罗斯会和伊朗来合作我会持续关注中东地区啊，后续有更多消息啊，我也会第一时间来分享。